아침에 함께 눈을 뜨면 입 냄새가 날까 숨을 참고 밤새 꼬여버린 이불 위에서 불편해도 꼭 껴안고서 我这次挑了两罐指甲油，一个是这种比较夏天的蓝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温柔的这个梅子色。我来试一下，因为我发现我家里的指甲油不是干了就是干了，所以是时候买新的。哦，这个颜色好饱和哦，还挺好看的。这个，哎呀，这个梅子色。哦，这个颜色好好看哦。然后呢，我还买了 Bobbi Brown 的眼线笔和刷子。我之前看一个韩国综艺，然后他是请了防弹少年团 JYP 和 YG 的化妆师，就是 Twice 啊、Blackpink 啊他们。然后呢，那个化妆师其中一个化妆师，我忘记是 YG 还是 JYP 的，就说他给他们化妆的时候，眼线这里会用眼线胶去拉，因为眼线胶没有眼线液那么生硬的线条，就比较柔和。所以我这次特地买了一个刷子，然后我这个眼线胶的色号是 Espresso Ink， OK， 就是那种灰色系的。我给你们看一下哈，我涂在我的指甲上。啊，算了，因为我看 Pony 的视频啊都。就是这种，哦，这个颜色我很满意，就是偏灰色、灰褐色，所以就会显得眼线比较柔和。这个小刷子也蛮好用的，这种很细的笔触，哎，还真的挺不错的。OK， 我的盖儿呢？盖子一定要放好。我记得我之前给你们做那个祛痘视频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说，为什么你的护肤品都没有盖子？因为我就是很容易丢。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唇线刷，这个刷子是这样子，OK， 哎，哦，这样子，就是你这样一抽它就出来了，它没有盖子。我之前买的都是有盖子，然后盖子经常丢，所以，买了一个不用盖子。我还买了一个腮红，这个腮红是叫 Sun Bask， 是那种棕橘色的，但我就不上脸了，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和我今天的妆不是很配。这种，哇，这个颜色我好喜欢呐。然后呢，还有一个化妆刷 ，Real Technique 家的。Real Technique 家的刷子是我刚开始化妆的时候就用的，我觉得他们家刷子都可以用好多好多年。这个大大的化妆刷，然后就可以虽然你们没问过我，但是呢，我自己想要告诉你们，我最近在用的这种唇釉，反正就上一支用的是这个在家用就是挺好看，因为它其实就是个唇膏，但是它有颜色，很自然。然后呢，这支视频呢用的是 YSL 的617，这个颜色就是一个好好看的一个淡粉色，就很适合淡妆的时候用。其实我最近很少很少涂这种淡淡的唇膏了，我去年冬天涂都是那种大红色的那种，但这个颜色好好看，我的天哪。然后因为我下巴长，所以我画嘴子的时候会好用， beautiful。 OK， 开完箱就去吃饭。
不然它超级容易糊。就是我发现不管是就我接触到的所有要用烤箱烤的东西，你如果拿平底锅煎的话一定要小火。我其实是有刀和叉的，但是说实话，我平常吃这个都是用筷子。最后一个，哎，这个吃的真的太快了。我之前每次回武汉的时候，刚好有时差嘛，早上起来就可以吃。就也不用早上起来，就直接5点钟，等5、6点钟我妈妈醒了，然后每次我都让她带我去吃牛肉粉啊、豆皮啊、烧麦啊。而且武汉的早餐特别特别丰盛，就千万不要去那种很有名的地方去吃，就去那种路边上的人最多的小摊，就 pancake 就是很方便很方便。然后我特地买的是这种蜂蜜，不是糖浆，就是因为我觉得蜂蜜相对而言健康一点点。我这个阿卡西亚的蜂蜜是甜甜的，然后还有果味的那种。是5月2号，哎呀，没电了，那就比。今天是5月2号，我就要更新一下我5月份的日历。我一般每个月月初的时候呢，会把下面一个月的日历画出来，然后朋友生日我都会标起来，因为我特别健忘。还有我想拍的视频主题，然后还有我要打卡的运动。这里写着 V 是瘦脸猫的受不了猫的那个下颚角运动。我来把 Week One 的计划写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我现在这个房子续约，然后已经拖了很久了，所以今天一定要去给他。把这个塞到房东的门底下就可以了。
怎么觉得这么不靠谱呢？那走到一半突然想起来，我还想去超市买点东西，但是我只有6磅，买点肉。这个就是英国一个价格比较亲民的超市，叫 Co-op。 因为我今天想吃卤肉饭，所以我要买一点材料。蓝莓，我妈妈来英国的时候天天逮着蓝莓吃，因为他说这边的蓝莓味道比较足。在英国猪肉一般是最便宜的，你们看牛肉的价格就高很多，猪肉就好便宜。这里的路被堵住了，就现在超市为了刺激人消费，他会给你规定路线，以前是不会这样的。Can I please cancel the mini cam? Yeah, no problem. 最后我没有买我的雪碧，哎呀，好尴尬啊！아침에함께눈을뜨면입냄새가날까숨을우린또다시내일아침에함께눈을뜨고잠이깨지않은널깨우고밤새부어가는얼굴처럼내맘도커진다고너는날여기저기깨물고괴롭혀저번엔눈물이찔끔났어아픈척해봐도넌신경안써하루종일그렇게나를괴롭히다어느새저녁이되어우린또다시咖啡厅还有餐厅都复工了，所以我今天还会去买个咖啡喝。这应该是我隔离以来第一次喝外面的咖啡，平常我都是自己做的。
下面放松了。你为什么跟猫讲话呀？不是野猫吧？哪有这么漂亮的野猫？它不走啊。所以它不是野猫。它应该是，大概。不是。哇。因为现在就是限制人流嘛，所以我们必须要等他们同意了，我们才能进去。今天玛莎的冰箱坏了，所以她这些冷藏的食物都没有。买个你的，你买那种就是含糖量大概十克以下的。怎么样？可能十克以下。或者你买14克也行，二十多克太高了。明博他还没有吃过这种泡面，所以他想买一个有利于减肥的，那就买最难吃的就可以了。为了美丽。低下了头。马卡龙的爱是爱美丽卡龙，爱是爱美丽卡龙的马卡龙。韩国人좋아해요뭐라고요아침에새가날까숨을참고밤새꼬여버린이불위에서불편해도꼭껴안고서말을하다싶지도않고나가사람들은우릴거지로할까깨째째하지만우린서로만봐하루종일그렇게서만보자어느새저녁이되어우리또다시내일아침에함께눈을뜨고잠이깨지않은널깨우고밤새부어가는얼굴처럼내마음도커진다고너는날여기저기깨물고괴롭다저번에눈물이찔끔났어아픈척해봐도넌신경안써다시하루종일그렇게나를괴롭히다어느새저녁이되어그리고다시
就把菜煮得特别入味儿。其实平常放在寿喜锅里，大白菜、小白菜或者茼蒿都超级超级好吃。我刚才做饭之前出去买了个水，然后我就特别饿，所以我吃饭的时候我就是特别饿，吃的特别快，但是我胃疼，你们懂吗？就好几次了，就每次我饿过劲了，我吃东西就会吃的特别大口，然后被你们堵在这里，就需要时间消化。寿喜锅基本上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那种厨艺展示，比如说中秋节啊，或者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就留学生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做饭嘛。然后每一次我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我都会做这个寿喜锅、寿喜烧、寿喜烧。就我每次都会做这个寿喜烧，然后就是每一次做都能得到好评，因为真的很简单，而且就比较好看，所以大家就可以发朋友圈什么的。而且我特别不爱吃蔬菜，就我很喜欢吃肉嘛，然后我前段时间蔬菜真的吃的太少了，我的嘴巴这里就起了口腔溃疡。因为寿喜烧它本来里面就有很多蔬菜嘛，所以这样也可以强迫我自己吃一些蔬菜。我们马上应该就要复工了，我不想上班。我们在家上班的话就可以躺在床上办公嘛，但是如果真的要去办公室的话，我每天上班要花一个小时在路上，然后你去办公室也不能穿着睡衣，也不能不梳头吧，麻烦。点这个我在日本超市买，好像叫糯米粒吧，这个超级好吃，所以我会多加一点。我刚才自动消音了，撒上一点葱。再加上刚才煮好的这个高汤。
夏贝和大枣实在是太甜了，一会儿吃完饭我要稍微加班一下。因为今天早上突然发现有一些东西更新了，所以我要去加班。我们公司是分有偿加班和无偿加班。有偿加班呢，就是可以拿你加班的时间换你额外的假期，比如说你周末工作了，你就可以多休一天年假，然后还按每个小时会给比平常高的薪水，我记得。然后还有呢，就是无偿加班族。你们猜我是有偿还是无偿？我是无偿加班族，就是特别努力，但是没有钱呢。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呀。